年轻人，出来喝酒啊。老人家多日来给您添麻烦了，不用客套，读书辛苦，快来歇会儿吧。老伯，您对我如此的关照，多谢您了。年轻人，这叫缘分，来，快喝酒。能和您这样有学问的人喝酒，是我老汉的福分，求之不得呀。来，像你们胸怀大志的读书人，可都是要干大事的。老伯，有件事我一直瞒着您没有说。看你心事重重的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惭愧呀，其实我是个落地的书生，一年届而立，却碌碌无为，虚度生命，愧对生我养我的爹娘，我真是个不孝的儿啊。现如今有何脸面去见那些对我寄予众望的父老乡亲呢？唉，如此落魄，还是归隐山林，我要平淡的了此一生。哈哈哈哈，年轻人，遇见这么点事儿就消沉了。老人家，您别安慰我了。啊，孩子，世上哪有那么多可心的事儿啊，人活着不顺心的事儿多着呢，还是多喝点酒吧，酒可是好东西，能帮你忘掉忧愁。嗯啊，老伯，这钟声从何而来呀？这钟声是从一里外的寒山寺传来的。哦，寒山寺，听起来满是凄凉之意呀。听人说，这寒山寺从前有两个和尚，其中一个叫寒山，所以大家就管这寺叫寒山寺。这寒山寺里还有一个和尚，叫拾得。拾得？拾得，拾得就是捡来的意思啊。有人说，这个叫拾得的是一位出门化缘的老和尚在路边捡到的婴儿，出于这种原因才给他起了这么个特殊的名字。哦，一个没有家的孩子，怪可怜的。不过后来这个苦命的孩子拾得苦修佛法，终成正果，不仅成了个有名的和尚，而且还使寒山寺成了四海皆知的名寺啊。年轻人，振作点儿，我老朽虽然不识几个大字，但是有志者事竟成这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呀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其实考上也好，考不上也好，只要有志气，有毅力，坚持做下去，读书人呐，我相信你是会成功的。我张继怎么能遇到这么点挫折就停滞不前了呢？那句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，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的古训，难道都忘了不成？月落乌啼，
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。